汽车行业、食品生产，还是在家用电器生产领域，生产制造空间往往都非常有限。您或许已经意识到，您的厂房为生产设备提供的空间总是捉襟见肘，而在空间极其有限的情况下，实现在头顶上运输货物，这就极大地提升了空间的使用效率。现在就让我来为您介绍这种巧妙地运用生产空间的方法。这就是赛威传动的简易 EMS 解决方案。简易 EMS 可利用车间顶部的部分空间，将货物从 A 点运到 B 点，而不会对您正常的生产进行任何干扰。它的另一个重要的优点在于运输速度可控，因此它能轻松实现简单的运输任务。那么这个系统是怎样运转的呢？对于每个搬运车的控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通讯，是通过导电轨上的半波信号来实现的。而当同一路段中有多个搬运车需要缓冲保护时，传感系统和自动化分散式系统就会发挥它们巨大的调节和控制作用。该技术不仅适用于车身加工车间，也可用于终端装配和冲压车间。无论在何种应用情况下，其调试和操作都十分简便，因为我们将同时提供给您可编程的系统软件 MUI Vision。您可自主对运输车的所有功能和参数进行设定，而无需具备任何编程知识。而且您还可以借助参数存储器将您的设置传输到您的管理控制系统，它的操作方法十分简便。另外，您还可以随时借助远程操作系统进行手动操作。